悉尼的华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彭磊，很高兴这次我的电影《房间里的舞蹈》能够参加悉尼电影节。然后这片子其实也是主要在讲那个在中国呀，那些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，然后或者那些喜欢上豆瓣的文艺青年，然后你们会特别有感触的。然后会在6月的7号和8号在悉尼电影节进行展映，然后也希望所有在悉尼的年轻人，然后多关注，内地的艺术文化，还有原创的音乐，或者像我这种独立的电影，因为其实好多东西讲的就是怎么说现在的中国的年轻人的生活。